这次没有三个字了，这次没有三个字了啊！但其实我想到了一个，好，叫活久见。为什么？他是活久见吗？他是啊，我记得我上次跟他的对话，他还在问我某人会不会认表了。现在认表？对，那个。由于时间关系呢，某人现在已经坐在那里准备演出了。彤彤，哎，我们知道他的事可多了，可是又很怕说那个，你知道孩子都不希望大人每次都提起他的童年，他就觉得我现在是个大人，你们干嘛？但待会儿还是会聊的。嗯。好，我们就先邀请我们的幻乐体验官和我们的幻乐好友坐到他们的观影区。谢谢，辛苦，谢谢。